来看来看。在水面都会有海豹在游，有吗？然后陆地上那个一粒一粒都是啊，你近一点看。哦，这个都是啊，这一大堆都是啊，不都是啊，这一大堆都是。为什么我们不带望远镜啊？望远镜看不到了。哦，没有，我看到了，没有啊。所以是这两块吗？最远的那个大，最远的，对。海边比较冷，我们来到哪里？哦，我们来到这什么海豹保育中心区，然后听说是在最远的那一块，不是大近的大块这块哦，是远的。然后那块是这里的海豹岩，就是上面有好几百只的海豹在那边休息。这里真的太冷了，太远了，我们看不到。对啊，这风景好美哦。